圆形圆形。注意力有问题。好哥，等一下，跑好快哦！圆形，圆形，注意力有问题。好哥，等一下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可惜不是，可惜不是你。恭喜答对了，要重新开。请不了心。恭喜答对。动物园里面的动物，如果您联想出来内容是一样的，就得一分。熊猫没有，没有，他没有。狮子有，他没有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，他没有，他没有。老虎有，没有。你写什么啊？刚生完 baby， 一通电话直接说 OK， 直接来。他们就是转换圈之后，这时候他还没有去那边那个嘛，那个。然后他竟然先来我们玩很大，先来玩很大哦，玩很大对对对，玩很大那个。没有，我说你竟然先来玩很大上通告，有森林的，这样是没关系的吗？可以的。啊，这个，没有，我说你来玩很大上通告。妈妈啦，你们体谅一下。公公，刚生完 baby， 一通电话直接说 OK， 直接来。因为在玩很大有很多回忆，所以又回来很开心。自己说玩很大是不是还蛮好玩？比比果果，对，非常好玩，就是每一集都有不同。回忆 对，其实我们有拥有果果这一段回忆，其实蛮开心的。对，其实因为他那时候是还没有老公小孩，然后他结束之后，因为那一根健身器材，对，然后他就开始公开，然后接着说一连串，一连串。哎，玩很大陪我长大，所以，陪你成长，赞。哎，果果最近。就最近生小孩之后有去开在球赛，你们目前还没有，但是很开心，就是我们的中信兄弟总冠军啊，对，耶！哎，这是要恭喜的，没错。另外，我就要恭喜的是，因为他们就是转换圈之后，这时候他还没有去那边那个嘛，那个，然后他竟然先来我们玩很大，先来玩很大，对，玩很大那个。没有，我说你竟然先来玩很大上通告。有森林的，这样是没关系的吗？可以的。哈，这个，没有，我说你来玩很大上通告。妈妈，低头一下，你还是不能低头。妈妈啦，你们体谅一下。他怕你说生完小孩之后要先去工作才是。对。哦，还在恢复中嘛，但是现在球季刚结束。那你其实恢复得很好。对，就是有带小孩比较辛苦一点，所以说。小朋友叫，对，小朋友叫果酱嘛，对，果酱。如果是下次是男生的话，叫做他说要叫果条，果条。